北京时间1月23日，玛利亚·沙拉波娃会成为扬尼克·辛纳的新教练吗？他可能是。除了沙拉波娃之后，坏小子约翰·麦肯罗也是意大利超级新秀可能的选择之一。这位年轻的意大利球员在2022年澳网首轮击败索萨的比赛后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我的球队目前由教练尼卡多·皮亚蒂、教练达利·博尔西罗拉和物理治疗师克劳迪奥·奇玛利亚组成，但是会有一个新的人，我不想透露。玛利亚·沙拉波娃曾经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与里卡多·皮亚蒂合作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詹尼克和玛利亚成为了好朋友。去年11月，沙拉波娃、辛纳和皮亚蒂在巴黎相遇，当时辛纳正在参加 ATP 巴黎劳力士大师赛。谈到沙拉波娃，辛纳在几年前曾经表示，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职业球员，能够和她一起训练很棒，你总能从她这个水平的球员身上学到重要的东西。约翰·麦肯罗也丝毫不吝惜对辛纳的赞美之情，辛纳是过去10年中最优秀的天才，他有潜力赢得许多大满贯冠军。